大家好，我是思雨。那最近呢，我们的美丽俏佳人节目组的导演越来越喜欢给我出难题，除了频频在节目当中要求要卸妆，然后要分享各种各样自己扮靓的心得之外呢，今天就给我提出的要求就是让我请我们的会员朋友宁宁一起来看电影。看电影当然很简单了，对不对？但是他们给我提出的要求是要看电影还不可以花钱，到底思雨是怎么做到的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思雨要请客，就是不花一分钱，你信吗？你好，你好。那明明你想看什么？要帮我们看一个离现在时间近一点的吧。嗯，下一场是哪部片子啊？最近的是7点钟的《建国大业》。好，那我们就看《建国大业》好了。嗯，那这个积分可以换票。嗯，那您需要几张？需要两张。两张哈。嗯，您稍等。看电影不花钱，任务完成，耶、yeah! ！好了，您消费的积分是2400点。嗯，您核对一下。好，你看诺，好，谢谢。你看一分钱都不用花吧。真的，这是什么卡？你给我说一下嘛。那这个就是招商银行现在它的信用卡所推出的一个活动，就是可以叫做刷这个积分，然后来抵现金消费。所以比如说像你之前消费都会有积分，对不对？对，那你到它这个指定的商户来这个进行下一次的消费的时候，就可以刷你之前的积分就好了，一分钱都不用花。哇，真的这个很好，很方便。对呀、啊。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一起去享用这个一分钱不花的电影大餐，去看建国大业咯。一会儿见。怎么样，好不好看？嗯，这电影真的挺好看的，好多明星哦。对啊，宁宁想不想要一起去运动一下？接下来我们还有活动。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滑冰。不过滑冰这一站呢，其实呢，它是相当于50%的抵值，也就是说50%的金额你可以刷这个积分来抵现金，那么另外50%付现金就可以了。所以比如说是100块钱，你自己花50块就可以了。那也很划得来。对啊，虽然我们两个都不会，但是也要硬着头皮体验一下，对不对？对。好。天啊，思雨居然能留意这么多小事呢！信用卡的优惠信息太有用了。哎，我觉得我们这样等于是两个人，其实只花了一个人的钱，啊、心情特别开心，因为又省了。看着两个不会滑冰的人兴冲冲的换鞋，嘿，好像上演喽！看他们俩战战兢兢的样子，再看看旁边的这些小小的溜冰战将，这对比真的太强烈喽！经过教练的指导，两人一定能松开教练的手，自己欣赏满足了。怎么样，这溜冰的乐趣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呢？玩的实在太尽兴了，虽然我们两个到最后也没能松开教练的手，对吧？但是我觉得你看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开始，那么只要你善用积分的话，你会发现原来生活当中有这么多可以优惠的地方，比方说像跟朋友去唱 KTV、还有包括去超市都可以享受到这种优惠的待遇，所以聪明的你怎么能错过呢？下次再见吧，拜拜。嗯，聪明的你怎么能错过呢？下次再见吧，拜拜。立刻啊！你没搞错，我们音响老师说放错了，这种错误都能犯。哎，现在换音乐了，到底风格怎么不一样？对呀、啊，谁搞的？